21日，新竹县尖石乡被爆出乡公所机要秘书涉嫌勾结盗采牛樟木的案件。22日，检方搜索尖石乡公所，并带回涉嫌重大诚信机要秘书和相关公务员。结果又爆出重大发展，传出有一位新竹县议员和一名员警涉案。其中涉案的新竹县保安队谢姓员警，因为收购非法开采的牛樟木，检方经过调查掌握证据后，将谢姓员警声押获准。尖石乡当地居民说，虽然不清楚是哪一位，但确实有听闻过有议员插手牛樟木的买卖，并且跟背后的金主有密切关系。听说有议员，可是不知道是哪个议员，我们是没有去那个，因为我也不搞这个东西的，那个没有。听说议员在买。议员呢、啊？我没有听过。好像说这为什么这后面的金主好像就是这些人，我很早就听到这样。到底是哪一位林姓议员？平面媒体指称是平地原住民议员林光荣，不过议员否认有收购牛樟木。那我们现在是跟议员求证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没有事，没这个事。哦，所以说议员你没有去买过任何牛樟木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好，谢谢议员。好不好？你去求证他，不要求证我。我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你不要问我。新竹地检署检察官表示，确实有征询过林光荣议员，日前被新竹地检署列为嫌疑人，而另一名邱姓议员被列证人调查。两位议员在22日晚间经检方约谈之后，已经请回。检方将扩大追查犯罪网络及牛樟木的流向。记者葛龙八号新竹监视采访报道。